各位好，各位好，我是鬼统元帅。今天我是算是实况骑马与砍杀，但我不是主要在玩游戏，我是来教你们怎么修改 TXT 的竞技场下注资料。那我们现在先开始，首先你在直聘这边的骑马与砍杀界面，然后按个内容，之后按浏览本系档案，你会看到这边有一大堆的资料，然后点进去 mod， 然后修改你想要的版本之后，按这个 NENUS 的文件，然后在编辑里面寻找，就另外一个记事本，寻找 NNO 这100多什么的，然后呢，记事本那边把它贴上去，找下一个，之后你会看到这么一大串数字，但我们唯一要看的就是这个。这边有两个100，对不对？这边就是你下注的资料，看你想要下注多少钱，就把它改成多少。像是我现在想把它下注成20000好了，好，这个20000，什么25000。之后呢，后面还会有一个这个100，我们要把这个改成25000，然后把它关掉，储存这些变更之后，你回到你的游戏执行，然后再按进入游戏。你得等个一下子，哎，等等，我现在是你走，抱歉，我载入错了。可我载的档不是这个啊，我是改原版的哎，啊，你现在错2次，好。把它切换成你上次改的那个 mode 了，然后切进去，然后等它跑完，你把它放大一下，快点放大！哦，真的有点久我是要讲什么了？不知道下去画出产值。好，这边有个看像斯瓦蒂亚骑兵的家伙，他拿着他的扫把。本来是锄头来锄地，然后这个人拿着，然后这个斯瓦迪亚骑士，他拿着一把菜刀，他大概想要去切牛肉，然后这两个人是互相骑马，然后他们拿刀的目的就是在于要把手变得高一点，然后而且刀是铁做的，所以还会反光，这样子他们才可以明显好。就先开始新游戏，然后随便选。等开始新游戏那个，我还超悔后退，我后退了。我这次再录游戏，再录我以前的档。好，再等一下就好了。因为我改的是25000，所以我现在身上有25000。25000应该是很多人一天，25000应该是很多人一个月的薪水吧，3.5好像有点太少。这是我跟我的一个朋友玩的啊，所以他叫什么名，所以国号名字不要太在意啊。而且他双只脚才秃头，但有胡子。然后看啊，中中中中中，好，这附近这地方都解散啊。利瓦丁还有艾什莫跟娜娜好，那我去利瓦丁比好了。想我这只脚好丑，我要改一下。好了，然后这个样子，然后瞬间用瞬移的方式到利瓦丁玩，然后加入竞技大会。但现在下注，他是因为我刚改的是100，算他上下原本是写100，不过你点进去你会发现里面是写下注25000。好，参与下一轮。啊，不然就比玩竞技场好了。瞬间秒杀，也好奇嘛。这样子容易超赚的啦，超赚的也要啊，机枪，反正在现在的演示看起来就是国民党打新党，算你别开外挂。我只给看赢的时候会有多少钱。
反正走路的话，我还是胜算啦、啊。这不是起码要叫我拿机枪就好。这就是共产党、新党、国民党的大对决。这边很多人哦，还是这民进党。哈、啊，打死了。也危机优势，好，打死你！也杀，接下来最后一个敌人了，哦，是两个，好，最后一个，我要吃死你！也打死了，你下次加油一点好吗？他只想要下注。算了，你别懒得打，我们就快点，结束吧。好，一对一定狗机，我最爱打定狗机了。连续冲一回，然后就打赢了，哈哈。送了，再次想象之后，正在最后一局了。好，最后一场定狗机，我今天在哪？靠，你起码我走路，然后国民党打民进党，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？你起码我走路啊！好，我要冲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可恶，对付马上敌还真难，我快把快冲去撞墙壁，快点啊！啊，我被打昏了、欸，可恶，失去了几万块，可恶啊！好，别怕，我记得爱车墨也有，不爱车墨在哪？好，这次我绝对不会输。好，不过那就请各位先等一下啦。好，哎，你能卡？你可以再录快一点。好，又想不想？小不爽打。他们一整排人都倒地，这壮观，这画面都太壮观了啊！第三关好，这样吧，最后几关了哦。算你别放学回到家，肚子超饿的。就干嘛说这关是最后一关啊？我有病啊！好，放学回到家超饿的，我才。整颗霸王在等待他主手。Yeah. 好，再继续比赛吧。主角在马上面纸包上有点奇怪、欸。最后一局了，好，究竟我得到多少钱呢？我得到99.5万元加200块，超爽的，赚翻了，有100多万元了，人生的第一桶金。好，那么我们这集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哦。喜欢的话就喜欢，然后按个订阅哦。好，各位，下次再见。我以后还会拍更多的 TXT 修改教程的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